兄姐妹们平安。今天的牧者三分钟，我们要探讨一个信仰生活中不可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基督徒为什么每天都要来灵修。麦格登牧师呢，在他写的一本书《心意更新》这本书的一开头就讲述了他的一次经历。有一次呢，他和一位信主十多年的朋友一起去给在足球队的儿子加油，在半场休息的时候呢，他们就彼此谈论一下近况。麦格登牧师问了朋友一个使他窘迫的问题，虽然这类的问题在信徒之间也会彼此的询问，但是大家有时候也不太自然。他就问他的朋友说，你的灵性最近怎么样呢？这位朋友呢，略显尴尬的就回答说多么有趣的问题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才好，但愿我能够对你说，我的灵性在长进当中，或者可以告诉你，我与神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但是我却骗不了自己，事实上我在属灵生命上停滞不前。牧师看到这位朋友对这个话题有些兴趣，然后就继续问他说你是否有计划划定时间整理一下你内在的生命，使它更有条理呢？这位朋友很好奇地看着他说我哪有时间整理我内在的生命呢？一整年的工作已经堆积在那里了，我本周都没有一个晚上可以回家吃饭，太太要求我放假一个礼拜去粉刷房子，你说要我调理内在的生命，我哪有时间呢？后来他停顿了一下，就问牧师，老实说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内在的生命。麦格纳牧师呢，这时候就发出了感慨，他突然意识到面前的这位基督徒在基督教的圈子里已经打滚了不少的年头，而且还颇负盛名，被人称为一个热心爱主的信徒领袖，然而他竟然不知道在忙碌的日常生活背后应该有一些坚固和可靠的东西。他认为自己太忙了，根本没有时间调理内在的生命，更不知道从何说起，错过了生命的中心点。当今教会，我想这样的基督徒应该并不少见。一个真正有条不紊的生活，只可能根源于基督。只有基督进入我们，并且我们委身于他，生命才能够有方向、有条理，活出有意义的生命。除了毫无保留地伏在基督的管辖之下，别无他法。正如圣经以赛亚书30:15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至不肯。上帝每天不断地在我们身上做工，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我们每天要花时间安静在上帝面前，让他有机会向我们施恩。花时间在上帝面前就是每日的灵修，这绝不是浪费时间，这是上帝亲自向我们施恩，赐我们力量，叫我们有成长的机会。每日灵修与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是深化信仰、促进属灵成长的重要途径，能够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做出明智的决策，寻求上帝的指引与启示。每天进行灵修对基督徒来说是一种与上帝亲近、应对生活挑战的关键实践。祷告、阅读圣经和默想等活动可以帮助我们与上帝建立深入的关系，倾听神的旨意并传达自己的心声。不同的基督徒可能在灵修的形式和内容上有所差异，但是核心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帮助与上帝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活出基督的爱和真理。就像身体每一天都需要食物和水一样，灵魂呢也需要属灵的滋养。每天灵修可以滋养基督徒的内心，使我们属灵的身体更加的充实和满足。总的来说，每天进行灵修对于基督徒的信仰成长很重要，
这是一种与上帝亲近、寻求上帝的指引的重要的途径，这有助于在日常生活中更好地活出基督的教导。最重要的是，灵修需要每一天持续不断地进行，我们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在生活中，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困难和挑战，灵修可以为我们提供内在的坚强和勇气，帮助我们正确地面对困境，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灵修不仅是个人属灵成长的途径，也可以帮助我们与其他信徒一同学习、分享和互相支持。共同的信仰让我们一起来成长。我们每一日培养与上帝的关系，努力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一定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也能够荣耀上帝的圣名。阿们。